事儿，我就是有点感冒。你看你们这不挺忙的，还过来看我来。刚子，你这病啊，都是为我们服务累的。对，这呀就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哎呀，你说来就来吧，你说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？平常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也一直没个机会感谢你。这个东西啊，您今天一定要收下呀！东西我们真不能收，知道吧？真的不能收啊！东西你们都拿吧。哎呦，心意我们就。今儿家挺热闹啊，这都来了呢。啊，顺风啊，是这样，我不是这两天感冒了吗？好，街坊邻居过来看看我来。嗨，看什么看？没事儿，过两天他就好了。你还来了？你不做饭？那我们先走了，刚哥。啊，走了。您注意身体啊！注意身体，我们先走了。回去吧，慢走啊，注意身体啊！行了，哎呀，你说这家伙来那么多人，把我家给造乱了，都给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人家过来看我来了，你说你这样不好。我怎么好啊？我不就感个冒吗？这么大肆的宣传有意思吗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没宣传呢，没宣传这么多人，人街里邻坊都是自愿来的，您还带了好多吃的呢。哟，你看，不是媳妇儿啊，这样吧，回头把这些东西啊给人家送回去吧。啊，哎呀，都是吃的，你怎么往回送啊？哎呀，那这样吧，等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啊，咱们回头到人家里看看人家去。对，我记住了。行，刚子，大伙儿来看你啊，这是对你工作的肯定。我真为你骄傲，你是咱全家的光荣。什么呀？哎，怎么他就是全家的光荣了？他光荣，我怎么办啊？问问大家伙儿，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那行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啊。本来我大姐夫啊感冒了，我心情很愉悦。你说这话，你真把我气着了。我告诉你，行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来来，把这鸡蛋炒了，把这罐头打开。哎，钱正峰，这人家送给刚子的，你凭啥吃啊？哎呀，吃就吃吧，不差他这一口啊。行，吃吧。哎呦，我还不吃了呢。哎呦，你看你那表情，我还吃不起呀，我还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哎。你就是病了，哎，人家大家伙来给你送点这个，哎，你说你这哎每一样超过100块钱了吗？哎，领导，顺风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，不在于钱多少，啊，这是一份情谊。哎，这算什么情谊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没病，我要是病了，我的朋友来看我，档次绝对比你这高。行了，顺风，别吹了，行，你赶紧吃吧。刚子，我给你做面条了，可好吃了。啊，是吗？哎呦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正好我还就跟你这两口子较这个劲，哎，等着啊。我给两个朋友啊，就俩就行。我发个微信。哎呀，我病了，走你。哎呀，你等着啊，别吃了，别吃面条了。我的朋友来看我，肯定是山珍海味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分享啊。大姐啊，给我找个浴巾去。干啥呀？我病了，我不得盖盖啊。啊啊啊！好。大姐哥，就知道吃啊，你别吃了。倒杯水到这儿来伺候我。不，我这吃面条呢。你吃什么面条？我都病了。我也病了。来了，钱总在家吗？快，倒水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来，见机行事啊，开门，开门啊，进。哎，来了，钱总在家吗？来了，钱总，哎呀，钱总，哎。真病了！哎呦，哎呀，钱总，江总啊，搜到你的微信，我第一时间就赶来了。病得严重吗？严重。哦，什么病啊？啊，没事儿，他就是感冒了。感冒？感冒还不严重？感冒这个事情不得了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钱总，感冒要不好好治疗，就会变成发烧，发烧变成大脑炎，最后这个人就变成了傻子。告诉你啊，不要小看这个感冒。哦，注意身体。我注意。哎，这位是啊，我是这是我的佣人，不是吗？是佣人。这个佣人头饰挺别致的。哦，我是他脑子有点毛病，看起来就傻乎乎的。哎，那这个是这是我的保镖。哎呀，天，都不得了！
不愧是大老板，一个佣人，一个保镖。哎，是的。哎呀，不过这两个人的档次确实有点。张总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找智商高一点的佣人不好找。是是。他俩还行，会数数。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对了，钱总，你看，你病了没别的。特意给你拿了一瓶10年前的红酒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我的朋友要送就送10年前的红酒。哎，你的鸡蛋有10年前的吗？真有10年前的鸡蛋，你敢吃啊？住口！退去！怎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啊？不是，钱总，你这两个佣人也不靠谱啊。这样吧，啊，我留下来伺候你。这才是情义，人家留下来伺候我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两个傻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把那个鸡蛋赶紧给我炒喽，罐头打开，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没力气怎么伺候钱总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俩还真是好朋友，造型都一样。这哪是来看的？这不是蹭饭来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不是，你什么身份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你知道我和钱总是什么关系吗？啊？他有病。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哎呀，钱总，你这个时候最需要朋友了。嗯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听听，哎呀，江总啊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。一句话，是，我就是需要点钱呢。怎么的了？你需要钱啊？你需要钱？是啊。谁信呢？我信。我也信。信什么呀？谁不知道啊？啊，哪个不晓得呀？钱总缺钱，能住这么大的房子吗？钱总缺钱，能雇两个佣人吗？钱总缺钱，能找这么好的老婆吗？哎，等会儿，张总啊，哎，我媳妇照片怎么成你的屏保了？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哎，还真是，这是你亲兄弟。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呀？我告诉你们啊。钱总病倒了不要紧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我就接管了。你等会儿吧，你，啊，你坐下吧，不用你接管啊。江总啊，我怎么？我其实啊，我这个病能治。哦，啊，我就是现在需要10万块钱。哎呀，钱总不巧啊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刚刚跟人签了个合同，10万块钱刚给人打过去，现在我账上就剩10块钱了，你需要多少？你啊。10块钱好好留着吃饭吧，啊，省着点花。不是你别客气嘛。不是送客，送客。不，来来，走走。不是，不是我这个鸡蛋还没有吃啊。哦，你不用在这儿吃了。来来来，这盒给你了，自己回去炒着吃去啊。走吧，走吧。不是那个钱总，你看你既然病好了，那这个酒我也就拿走了。拿走。不是你得注意身体啊，你不能太积劳成疾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对啊，注意身体啊。哎呀，钱志峰啊，我说你这是什么朋友啊？啊，就是还顺走咱家一盒鸡蛋，这都怪你们俩，你知道吗？我俩咋了？你俩干嘛说我就得了个感冒啊？那感冒这点病，我给人要10万块钱，人能给吗？那怎么说呀？你得说我病得很重，快不行了。说你快不行了，人能给你钱呐？肯定给呀。你拉倒吧！我跟你说，我发了两个微信，一会儿另一个朋友还得来啊，来了以后，来了，哭。啊，哭！拉倒吧，你哭，我都快不行了，你不哭？你别闹了，行不？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完了。情感慢感还是没赶上啊，钱总走了，还差一口气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钱总啊，你咋来了呢？这话说的，你都病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对呀，啊，很忙的他，钱总，哎，这话您就说远了。哎，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刚刚还在飞机上，接到你的信息，我立马就下来了。你是跳伞下来的？跳什么伞呢？飞机还没有起飞，10多个保安没拦住我呀。哦，是吗？你是不是也得吃点什么罐头、鸡蛋啥的呀？
吃什么吃啊？吃啊！一天就知道吃，瞅你吃胖的。钱总都病成什么样了？我还有心情吃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个朋友靠谱，兴许刚才咱们说他这个病情啊是有点小了。钱总，哎，您都病了啊，当兄弟得劝你两句。哦，你说吧，千万别放弃治疗啊！啊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我不放，我很坚强。但是李总啊，我就是这个钱上啊，钱哎不是问题。哎呀，这太好了。嗯，来来，我问你们两句啊。钱总还能挺多长时间呢？不好说。哎呀，一年能挺住不？够呛。哎呀，半年呢？够呛。一个月能挺住不？还够呛。那到底能挺多长时间呢？三天。三天够了。钱总，哎，这是你在我们公司借的50万块钱的欠条。既然你还有三天，那么我给你2天时间，必须把钱给我还上啊，否则你名下所有的财产，包括这个房子，都将属于我。房子，别说的没有用了。2天之内，房产局见，拜拜。哎，啊呸！哎呀，我这都是什么朋友啊？这都是啊！你得冷静，你也不能怨别人，对吧？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，人家也没错嘛。我欠他什么债呀？我呀，你不是欠人家钱吗？那个欠条还没到期呢，还有2年呢。哦，还差2年呢。哎呀，那他不对呀，差2年他着什么急呀？你干嘛跟他说我还剩3天呢？你跟我说的3天呢？我说的是 OK。哦，还有个零呢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你这我也没看清楚啊。啥情况？他给我办砸了。门卫是我，怎么的？啊？门口有很多人，要找钱顺风。哎，干啥呀？对呀，找他干啥呀？找他要债呀？我跟你说。我病着呢，肯定是你这2个朋友说的呗。哎呀，我的妈，全是要债的啊！大姐，你赶紧想办法给我找点鲜花啊，找点鲜花吧，把这铺满了啊！干嘛呀？我上这找哪找什么鲜花？我先大姐夫啊，你跟门口那帮人就说我已经走了啊！不行，我发个微信朋友圈，钱顺风，驾鹤西行，走了。有什么事跟他们说清楚就完了。别出主意了，我走了。不是你这么走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顺风，别说了，张总，他都走了。走了？怎么能行啊？哥，你去了跟怎么的事儿？大姐夫啊，我胳膊挺好吗？啊，咋说走就走了呢？哎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你，明白不？哎呀，你说我哥找的这啥事儿啊？哥呀，你们还不搭把手啊？哎，哎呀，我的好哥哥呀！哎，我这不是事儿啊，你这把他拉哪儿去啊？人都已经走了，该拉哪儿拉哪儿去呗。